奇怪啦，这剧情哪会甲当年罗再兴，还佫丁桂冠迄组合这么相像啊？这出戏是你安排郑做的，你卡罗丹，当年风花雪月代志，我虽然有代看，真正有够失德的。什么着急骂人？后壁剧情啊，更精彩。只要驶过这条海岸线，就会当到机场啊。咱要出国找志明，只有志明会当保护咱母仔。那是小兄迄个版本啊，人应该已经冲入海。哪呢？因都无法度活命啊！海啊海啊，真像到板海啊！人家拢爆炸啊！这下应该粉身碎骨啊！我要赶紧回去，跟老祖宗复印汇报。不是粉身碎骨，是脱胎换骨。真奈我另外一台车好啊，另外一台车好，老张的故事到这段，你在问你啊？问我？现在爱问我，专心看，剧情的高潮要来。是啊，拜托，拜托你给我出去啊！哇，上帝安慰！哇，这出戏应该叫做《管家好忙》吧？啊，要叫人啊，要替人救人啊！哦，厉害呢！小妈，这山坎边的剧情，敢是不是跟你之前跟我讲的，你拄到那辆车后，剧情那差不多，差不多。你即马是剧本写袂出來，故事啥也袂到。啥物时阵一个管家甲我总监跑走，我嘛无死，我活爱好好坐伫遮。袂歹呢，夫人，你看伊看得真顶真呢，看甲真一辈啊。是讲哦，潘姨哥安怎拖病啊？总是有结束一步嘛。只要上过重要迄个观众，伊看会出。这几出戏的精神在倒位，安尼这出戏就算是成功啊！你这么是假戏人哦？看伊啦！我是郑小丽，伫个迄场车祸我落来，算失去着我的查囡，这是失去记忆的我。对我先生范小帅爷听到的版本，已经过去30年啊，我煞一点怀疑拢无。不过最近我想起来啊，我根本不是郑小丽，我是丁春娇。这故事是安奈伸展开啊？是讲这剧情跟慈善活动有什么关系？我哪会变做别人，用别人身份活30几年？我到底是谁？是谁将我变成这个模样的？这是什么意思？注意哦，
这爆炸性的起承转合。这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是丁春娇、郑小丽，还是胡玲玲啊？我敢真正要拍回这张报告，若是我甲前有 DNA 检验结果真正无符合，那呢？我是要安怎面对我以后的人生？我到底是要用什么身份来面对我即卖认定的亲人？剧情真正是有够含的啦！伊搬到袂算那干妈当当年出车祸失去细汉查某囝的剧情是一模一样嘞，袂算那是咧搬我爸同款。啊，不过伊故事后来的家乡都无啥同款啊。迄个妈妈哦，过身去啊，啊伊迄个细汉查某囝讲去用抛弃啊。前有讲的故事，敢有遐尼惊人？大力嘞，你敢有叫故事的流量惊着？一开始有啊，我袂输家己故事在台顶播。啊，不过前有是讲到落尾结局无同的时阵，你才惊着的，所以我才感觉是奇怪。我陪伴啊，无提好什么留手啦，不是因为惊着。但我大家会知的人，免到可能因为一个故事都去惊着，点才是你啦？啊，你哪会甲这出舞台剧当真啊？因为这舞台剧是陈中祥赞助的。这个陈中祥已经我六十二啊。你竟然搁家伫我的背后变鬼变怪，你怎会唔讲？哦，对啦，前下拄只无讲清楚，这陈忠信真正足敖斗的，伊甲过去罗丹的外面的查某王逼走，拄着车祸的代志，甲我发生车祸的代志，两个故事斗斗做一个。真正就有想象力的，而且啊，伊搁留一个疑问，在场的观众，大家拢在用女主角，最后到底结局是啥？最后迄个女主角是啥？是郑小丽，啊，唔对，是丁春娇，嘛真有可能。是两个人的合体，惠玲的这个故事哦，足奇巧的啦！我相信任何人，伊人生若拄到这款代志，拢会变口无白塞。哈哈哈！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故事啦？啊，这陈忠信是因为个人生无够乌龙隧道，啊，都替别人的故事来幻想的。啊，你们想遐尼多啦？
一个人哦，爹爹嘛在半夜正是鬼反正，我们开时间该认真吼。也唔过我感觉伊这出戏是专工帮我看的，我真正唔知伊是安怎变安尼走。哎呦，伊变哪有啥物用意啦？那地沟道菜刀是伊专门考啊，你们肯定心难吼。那是啦，啊唔过我看完这出戏了，我其实嘛是受到影响啊。就亲像我出车祸了哦，我唔但失去记忆，连天生对香味的敏感度我拢失去啊。这点我真正感觉足奇怪。哦，啊那这点我嘛一直想无呢。我五年前啊嘛捌出过车祸啊，听讲迄边车祸足严重嘞。也唔过我天生的天分拢也无失去啊，就亲像是风皮啦。虽然讲吼，我一开始袂记的，也毋过我一碰着手了，迄手感拢转来安尼。阿妈，迄天生熬鼻芳的这个天分，哪会从安尼就无去啊？你妈是去伤着皮皮的神经啦？伤着，哪里的表示有机会复原？我要赶紧找一个时间去找主治医师。看是不是有机会把我失去的天分找倒回来。素云啊，啊跟脑神经有关系的状况哦，不是遐尼简单就当解决啊。今摆你开脑一届，我是绝对无可能同意哦，迄伤冒险啊啦。虽然讲哦，这個、天分真珍贵啦，啊不过都真讲无去啊，啊这几年来你嘛是过得真好啊。一点仔都袂去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你都莫搁伫遐想起来有诶无诶啦。那会无影响？我看到这几年来，你为了替我找 Rose 十一上重要的身份，费尽一切的心思，搁找到心光火刀。我说一点仔都无法多斗三工，你敢知我的心内有偌艰苦？搭钱又毋是已经替咱找着啊？啊，即马调帮米的师傅。嘛开始动作调节啊，安尼唔就好啊？你哪都一定安尼正有家的，就是因为真够即马嘛家里爱护你啊。我希望阮母仔会当练手，重新爱护你，会当站起来。你甲想看卖嘛？一个国际性的香水公司，有一个顶级的调香师，已经真厉害啊。卡苏哪会当有两个？一定撼动规个香氛界啊！哦。哎，听起我真是妈讲的呢。虽然我感觉哦，会当有这个嗅香的能力，感觉足幸运的。哎呀，不过我嘛定定感觉我足孤单啊，因为特别若闻到一挂特殊的香味的时阵啊，拢无法度甲其他的人分享。卡叔讲啊，妈这嗅香的天分若是会当恢复，那呢以后在嗅香路上，我都袂感觉孤单，有人会当做伴啊。啊，安尼我一定感觉足幸福的。嗯，真好。你嘛支持嘛去看医生，当然嘛支持啊。杨哥哦，爱安全第一咯。我讲没赢都赢呢。啊，不得行不得行，我跟景阳刚刚好好，你看你要派什么东西啊？因为这场车祸你已经放袂记啊，也不过算是我一世人永远拢无到解脱的噩梦啊。我无想要到伤着，嘛无想要冒着失去你的风险，安尼讲你有了解无？我就是唔甘看你一个人痛苦，所以我想要借看医生的机会，把失去的体温找倒回来。我想说，把过去失去的记忆找倒来啊！啊，你想什么唔对？就因为你无想要面对过去，所以你阻挡我把过去找倒回来，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过去都好过去啊，你要把找倒有什么意义啊？人这么的干唔真好？当然有意义啊！我想要想起来。咱为熟识，甲小姨的所有的经过，我想要想起来，小姨做阿爷的时阵，所有的一切，我想要想起来，生命的成长过程，啊，搁有，想到我出车祸以后，我加一点仔都袂清，甲我这拢无意义。啊，那最后，甘愿搁失败，你不是搁个失望？小毛我已经试过啊，我讲不准就不准，外朝人。这是我的人生，还是你的人生？你想你不看重我的人生？
望着你来。